就嚟派消费券啦，你又谂好点用未？2023年首期嘅消费券会喺星期日派发，政府星期三公布，有大约640万名市民合符资格，但就有大约7000名市民嘅账户已经失效，仍然未更新登记。市民可以透过消费券计划网站填妥表格之后邮寄去到消费券计划秘书处，或者打去八达通热线办理更改手续，但就冇得准时拎消费券。如果你唔见咗或者已经退回旧年拎消费券嘅八达通，记得尽快交更新记录啦。